本节目由美素佳儿冠名播出，美素佳儿致力于帮助宝宝不上火不便秘。是些啥哟？土豆啊，胡萝卜呀，洋葱啊，西兰花，全是素的。跟你一起过日子的话，就是有一点紧啊，这个日子过的。中文听力考试现在开始。就是有一点紧啊，这个日子过的。啥子紧？听不懂啊你。紧张吗？不是紧张。哎，我们有没有小的汤勺啊？这个太大了。以前有。但是肉汤不要太多了，汤太多了会吃的到处都是。全是粑粑哈。谁叫你做的不好吗？豆豆，我们吃完了饭不管你了哈，等会儿想吃啥子都不得行了哟。我吓死你！你为什么一直开嘴巴，然后有这个很闹的声音出来的吧？啥子吧？你再说一遍，我就去写生气瓶子了哈。All right, let's go eat. Let's go eat.After we eat, we can do some other fun things. I want to give Miao. You see that in there there are animals? No. But this one is so big, I can't see it.等一下，小心一点。OK, I will be careful. 你咳嗽的时候要怎么样？是这样咳的，对不对？你到底？打不打算让我当全职爸爸吗？我就是一个这种管细节的人，我看到一个不对的地方，我就要纠正过来嘛。我觉得以后我们吃午餐，我跟他们两个人吃，我把你要吃的端到那个阳台工作桌子那边，你可以在那边坐着吃。苗苗，我想你了，你过来吧。苗苗，你过来吃五口饭吧。好。五口。五口。嗯。我要吃一口。你要吃五口。我吃不完。Ready? 我吃不完。等一下，等一下。咯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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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瓶子在那边，咯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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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哈哈 ！Yeah，Yes， good job， 咯啾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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后一口，苗苗自己吃。嘿，哈尼，能不能帮我收完嘛？哦，哦，
Mommy needs a hug. Mommy needs a hug. 你也给他抱一个。妈妈想爸爸当全职爸爸，但是妈妈有一点受不得不当全职妈妈。你写了是吧？不跟你说。不跟我说。好。Let's go, Joseph. 在当哪个？这个应该改了，不是不生气瓶子。Honey， yeah， 我把它改成仙女的细节瓶。不是生气，这个跟生气没有关系。我们要睡觉觉了，跟我一起来吧。过来，跟我一起。怎么了？喵喵，我跟你说，我不想睡。喵喵，喵喵，喵喵。要不要睡午觉吗？睡午觉之后，我就给你一个棒棒糖，好不好？不要。我们看那个热气球，那个枕头。不要，不要。你也可以带睡觉火车。那过来，叶呆，嗯，你干啥去啊？睡觉去了。你爸还可以哦，居然把苗苗说动了要去睡午觉，我平时都说不动他。好，那我们睡觉觉了吧。火车也睡觉觉了。热气球也睡觉觉了，好。喵喵，喵喵还在小。出去你可以睡一下。我不睡。你不睡我睡了哈。好，你去睡一下。不准哭哭。你是个喜鸡吗？怎么啦？就在这儿哭。醒了就哭吗？怎么哭了？因为醒了是妈妈而不是爸爸吗？
我不想吃饭。不想吃饭可以晚一点吃，不用现在吃。穿不穿裤子？哇！不要！哇！好，那就裤子就当我的帽子。我的帽子好不好看吗？好看。这会让我想起来年轻有长头发的时候。Come into the toy room. This room looks like there was a war in here or something. Okay.哎，他在干什么？你说呢？吃东西，是不是？遗传了谁呀？这是？啊？你来看啊！What are you doing？ 刚才在干什么？你说呢？吃东西。Joseph, it's not eating time right now. We gotta wait till dinner time. I'm really hungry. I know, that's because you didn't eat enough at lunch. We gave you a snack. If you want more, you can ask me. We can give you a little bit of something, okay? All right, I'll give you one more little piece of bread, okay? And that's it. Because otherwise at dinner, you won't be hungry.One of your big problems is that you don't eat enough at dinner. So you have to teach you to be used to eating at the right time. 豆苗他们喜欢偷吃东西，然后他们现在有一个习惯，就是该吃饭的时候不饿。然后我们家里面我非常喜欢的一件事情就是我们都在桌子上坐着吃饭说话，所以。我得考虑一个方法可以把这个解决了。If I see you eating one more thing before dinner, you don't get dinner, okay? Okay. 妈妈，我也想吃那个。我吃一块。好，说啥子？谢谢妈妈。不谢谢。谁啊？快递。Come on, come on. Honey， 你干嘛呀？怎么回事啊？如果你要打开饼干，你把它收好了，好吗？刚刚也跟豆豆说了，到五点半才可以吃。
今天我的一个目标是不让他们吃饭之前就乱吃，然后你打开这个饼干，那你应该先跟我说一下呀。我以为你听到了，我一直在跟他们说等到五点半才可以吃。我基本上每天都会吃一些巧克力呀、饼干啊这些甜食，我就觉得他这样说是没有道理的，就觉得心里面有点委屈，怎么这怪我呀？我打开饼干，这个你也要怪我吗？你自己计划的什么你去做呀，现在已经五点半了，你看一下嘛。我不要擦瓶子，我不要擦瓶子。最不喜欢他们吵架。我们最喜欢他们开心。我不要擦瓶子。我终于懂了一个离餐的情况，然后我考虑了一下，我冷静了一下，我马上就要道歉了。I'm sorry， 真的对不起，对不起。I'm sorry， 真的对不起。现在已经五点半了哈，要吃饭了。这个是生气的。哦。现在好一点了吗？吃饭啦！快点来吃哎，不然你爸爸要吵我。Honey， 你真的是这么小气的吗？是的。Okay， come on， 快点过来。还有我的筷子呢？你们都有筷子，我一个人没有。妈妈今天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没有，没有，没有。妈妈还是爸爸的气。你玩到最开心的是哪一个？我觉得最好玩的就是被我的两个儿子打了。哎呀！刚打开这个饼干，喵喵 ，Stop hitting me！ 别打我！就是被我的两个儿子打了。喜欢打我吗？喜欢。哦，你这么认真，喜欢。我跟你说一句哈，他们两个坐姿要正确，这样很容易变成那个外八字回。我知道你说的意思，你跟我说了很久了，我知道。外八字回，我知道。那现在我可以去耍那个了吗？听爸爸的。可以看电视吗？问爸爸。Honey， 你今下午怎么回事啊？我怎么回事 ？Honey， 我跟你说了道歉，给你道歉了
以后是不是一个小时你还是这样？哼，让我看。哼，说实话，我们结婚了之前，就是你给我的感觉是你觉得，比如说养孩子只有一个方法，对的，然后其他的方法都是有一点不对。我不是在批评你，我是跟你说我们自己的看法是不一样的吧。喂，我懂，你有时候比我更成熟一点，不是有时候，你一直都比我更成熟一点。真的吗？你又是在说我比你老吗？我老了哈，我老了哈。还有一个就是今天下午我们在吵架的时候，苗苗过来这样抱着我，他说了他不喜欢我们吵架。我不想擦瓶子，我不想擦瓶子。首先今天下午这个事情尽量避免发生，因为是一个情绪上面可以处理得好的，而且重点是下午两点钟的时候可以休息一下，我叫你过来休息你不，所以你以后要控制一点你的脾气。哦，我你自己根本无法严肃地给我说出来这一句话。好哈利，我以后控制，好好控制我的脾气。我也要好好控制。对。你这两天我有一点嫉妒，你跟他们玩得这么开心。然后我就突然发现我自己有一点太过紧张了，紧张到我自己都不知道如果可以放松我可以干什么。你应该放松一点，我觉得我们完全成功了换位置了的时候，就是你在沙发这里看电视或者玩手机，这样也不太好，感觉不平衡。我觉得他现在还有一点乐在其中，因为我感觉哈，他是终于有机会自己做主了，是那种感觉，但是可能还是会有一点累。我想对他说的就是量力而行，如果希望我帮他的时候就尽量提出来，我会支持他的。